巴士，你现在干嘛？我现在，因为我刚刚今天都是我的好朋友来唱歌。谁？思成啊，他宇宙啊，阿达。哎、欸，现在怎么在录了？宇宙没有唱。对啊，投我了，屁咪屁咪的。没有，我投，我会投，真的会唱歌。我先不害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先不害你，你想赢吗？谁不想赢？我刚刚已经想好了，就是因为刚刚我们两个在问他说你到底要投一次。我刚刚说我投，然后说他投，投一个。对，我们两个打算晚点把它买。好。笑吗？很像笑。哎、欸，我一定要讲，是 OK 的。对。所以你们都兴奋。我不好奇你的菜。你的是谁啊？要不要讲一下？女神，你的女神。女神，我女神是侯佩岑。哦。哪一个？跟我蛮像。真的很像，很像，很多人称赞说他很像侯佩岑啊。不可能，你没有打听我的名号。他是超维基百科，我是小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阿达变瘦了，我瘦，没有拉长哦。对，刚刚那个哦是有这种事吗？这个哦，我脚盘骨。你有没有觉得我瘦？有有，帮你点头，有，真的啦，真的。还有两分，不要指着脸。哎、欸，没事啊，好笑的。我没什么。等等，三，雨农，你今天准备表演哪一段自己就觉得最紧张？还是你觉得都很放松？是我都蛮紧张的。我是那种表演前就是会紧张的人。但刚刚看你彩排，觉得你跳舞就是还蛮有魅力的、啊。我等一下更有魅力。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开始紧张是不是？对。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唱歌。对啊，是正式的在就是就是在棚内唱歌，这是我的处女舞台。对，会紧张，会紧张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想都很开心。对，因为是我参赛，所以他们觉得。然后就唱这个了。好，金曲圣战，很紧张吗？有包括服装跟发型，就是。颜值。他这样唱。对，好了，谢谢观众的支持。欢迎。终于有那么再唱一下。好，来跳一下。那个平生的粉丝很开心跟你们。这个球票方式，口腔在不高兴。不要不开心啊！不要不开心啊！没有不开心啊，我很开心啊。怎么了？就有打到歌很开心。有打到歌就好啊。没有啦。手手变成四块。没关系。开始污染了吗？那哥哥姐姐们有生气吗？没有生气啊。只有哥哥，只有哥哥没有姐姐。哥哥妹妹，哥哥妹妹，哥哥妹妹。没有，不会生气啊。对，那种。没有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其实他们真的蛮好，就变朋友的感觉。有吗？刚刚是在旁边鼓励他。好不好？走在那先拍我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还是来看一下我的 MV 好吗？在 YouTube 可以找到《天才女友》这首歌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大家可以帮我看《不是故事》的 MV， 因为现在要上 KTV， 要点阅破百万。庭轩的粉丝拜托拜托，一人点一次就好了哟。庭轩的粉丝这么好用？庭轩的粉丝，你们好，我叫阿达，记住我就好。我的粉丝拜托大家去帮各位哥哥还有姐姐们，去点阅一下他们的歌，那真的很急需要上 KTV。因为我很喜欢唱 KTV 的，对，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在 KTV 唱到他们的歌，这样。还是我们五个出一首叫大法师。哥哥，你们刚刚你可以吗？还是可强可以？不行啊！我以前就在做这件事情，只是太久没有做了。我刚刚即时动态挂，他腰拉伤，后面你还走不动。可强嘞，可强！这是潮流吗？对啊，这个潮流很流行的事情。没有人会，你先做雨农就会做，快点！快点！你做雨农就会做，我没办法啦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帮你扶腰。不要啦！我怎么应该都可能？我们要为了看雨农做。达哥，至少点雨农，我觉得可以。雨农，我已经可以的。
跳舞的。全妆都不行啊，他的不行啊，不行啊。欢迎思雨。我帮你拿手机，你看一下，你不要硬撑了，不要硬撑，可以吧？谢谢。